爸爸，你就坐轮椅较好势啦。大部分的时间不是拿来陪家人，就是忙工作。你还有自己吗？你住的地方会告诉我你是什么样的人。你有一个秘密。我不想瞒你。我只希望我们两个人好好在一起。你到底在抗拒什么？我全部的棱角都被磨光了，老是在妥协有什么用呢？搞什么？你若讲上直讲，认真做，天就会甲咱看上。咱爱唱上欢喜的歌啊！原来你住在我魂里，记在我掌心的纹理。我现在相信，每一个相遇都有原因。阿公，什么是第一？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代志。拢有人喊你做伴，想着他在大时代里走过的青春岁月，好像我也看得到未来的自己。ここにずっといますから、これからも。